四老灶房餐厅。哦，两位，好的好的。哦，五分钟到，好的好的好的好。哎哎，一会儿见。哎，哎呀，我们那个老灶房啊，总算开张了。哎，我说 Tina， 啊，这个我们这个餐厅开张以后啊，要想尽办法把我们中国的传统美食推广出去。推广出去？哎，特别是正宗的中国美食。哎，对对对，推广出去。哎，推出去。哎，记住了，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好的服务态度。对头。嘿嘿嘿，你一定要想办法千方百计把客人留住。要得，一定不能让客人走掉。哎呦，你放心吧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哎，我说缇娜啊，还有一个事儿要记住啊，就是一定要看好我们这些假的事儿。好的好的，不能今天打了个跌子，对头，明天摔了个碗儿，死了嘛。哎，要那样的话啊，记住了啊，我扣你工资。哎呦，老板，你放心，我会努力的。哎呦 ，I know kung fu， and I've seen kung fu panda too。这小子还不功夫，看来我得跟他溜溜。哎，听不懂，听不懂啊啊！我要跟你 616。What's going on? He wants you to charge me $1,000 for that piece of plate. 怎么回事啊？哎呦，是误会了。你的这个朋友呢，他打烂一个碗，我就说$1。$1。然后呢，他就赔了1块钱。哎呦，我不用不用。然后我就出来问他，我就说真的了。真的。$10。哎，然后你朋友呢又拿了10块钱。哎呦，不用，误会了。就是嘛，我就说$1,000就烧了呗。$1,000就烧了嘛。$1,000。对对对，是误会，是误会。哎、来，我解释一下。OK, they're actually speaking a Chinese dialect. What they really saying is that you don't have to pay anything. We're okay. It's all misunderstandings.